那时，约翰见耶稣迎面而来，就说：看，天主的羔羊，除免世罪者，就是他。我说过，有一个人在我以后来，但他是在我以前的，因为在我之前他就已存在。我自己不认识他，但我来用水施洗，为使他显示给以色列人。约翰又作见证说：我看见圣神像鸽子一样自天降下，停留在他身上。我自己不认识他，但那派我来用水施洗的曾对我说：你将看见圣神降下来，停留在谁身上，谁就是要用圣神施洗的那一位。是的，我已见到了，我可以证明，这一位就是天主所特选的。